在的这个暗花装饰来讲，你要是自己品味的话，它都是比较有点含糊点，有点模糊啊，不是特别清晰。你看现在有仿的那暗花，尤其是内府，你们插两句，现在仿内府不是舒服釉啊，元代不有舒服瓷器吗？现在仿元代舒服的，它那个花纹特别清晰啊，也写舒服俩字，所以您觉得很清楚的说话吗？这个东西啊要打一个问号，要研究研究啊，看是不是现代仿还是老的。这是连座器，咱刚才讲了，这是国产料画的，这是咱们国内的墓葬里面出的。这国产画的这个东西呢，特别喜欢画菊花啊。刚才有一个菊花，我觉得画的不太正啊，随便介绍。这个菊花你看没有？它是好像是一笔从头到尾转过来的，很快，这是明瞄的风格啊。这是元代墓葬里面。国产的，你这几个小器，你看这都花像制作花，你看像制作花吧，这是菊花，这民谣的画的菊花，这个画好像是那个牵牛吧？哎，就像牵牛，但是画菊花和制作花的比较多。这民谣啊，这种小件的，它都是画用国产料画灰色的。我看那简笔纹饰，另外这种地釉呢，多半属于软白釉的多，啊，但这种东西呢，都是销往菲律宾、东南亚一带的元代的外销瓷。咱们刚才说的就这种浓重的、漂亮的呢，是西亚呀，啊，是这一种伊斯兰、信伊斯兰教国家的这边的。啊，就是我去泰国的时候呢，在泰国的那文物店啊，它有的时候还有这种小件的东西。这个呢，在也是东南亚呢，比较就是贵族里边呢，殉葬的东西啊，有时候都是墓葬出土的特别多，像菲律宾呢，啊，专门菲律宾有一个专家研究这种啊，咱们这种出土的啊，元代的小件儿。它的那个小壶的小水瓶，这也是东南亚那一带的外销瓷。这元代玉壶春，你看，咱看这件啊，你看元代玉壶春呢，它的腹部下垂，是吧？云肩，这个莲瓣啊，另外它元代的这个回纹呢，有的时候是一组一组断开的。但有偶然有时候也连上，但是断开的比较多。这也是连瓣，你看这是蕉叶的画法，啊，这都是很典型的元玉壶春瓶。那个回纹不连的是绝对的吗？多数，但这个也看它风格了，啊，但有连上，但大多数呢，它都是分开的一块的。这个呢是玉壶春瓶的底儿。这底儿呢，就是给大家看看，你说这底儿它圆不圆呢？不圆吧。但你要不拿起来底儿看的话，整个看形体它非常的规矩。这就说明元代瓷器啊，它不太讲究工艺，所以一般的呢，表面看很规整，但你要拿起它啊，不是很圆。但你要假如说你遇见一个元青花底下很整齐的圈足，而你就得打了。这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在英国的那件大图，至正十一年那大图，就他的脖子上面啊有一段文字啊，这咱们大家都有元代的书，刚才我看那谁苏玉婷写的有元代青花啊，可能也有这个大图，就是他脖子的内面呢啊，他都有一段文字啊，他就是写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哪的人啊，住在什么什么村什么里啊，叫什么名字啊，他给谁给他的那个是祖母啊，还是什么是什么老人来敬奉的啊，有一段字。这件东西呢，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科普先生他从这件东西他来研究伊朗和土耳其的呢？
这件东西呢，它既有年款，而且它纹饰呢比较齐全。你看它，它这是你看这是菊花，咱们讲的菊花的叶儿，菊花菊，这是莲瓣儿，啊，用粗丝线绘画，这是云凤，底下你看，底下这是莲花，它这个这是葫芦叶儿，啊，这是龙，这是海水，啊，这是牡丹。这里面还有海水，就是说它这个通体的这个纹饰吧，都带具有元代的特性，啊，具有年款，所以呢，拿这个它作为研究。这件东西呢是有元佑元年，你看这件东西是真的假的？假的啊！这咱们现在都辨别出来了。你看它特，你看是不是特别死板？嗯。哎，特别死板，而且不是很古朴。它还有再给你加一年款，你看它这象鼻耳也挺难看的哈。它这鼻子呢，它有很多锯齿。再回过来一下，嗯，你看这两个神态就不一样。这老瓷你一看到它神态啊，哎，特别的古朴，看着很舒服。你这仿古特别死板。这你说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假的，假的。这象耳。这照的不清楚，我就辨别不出来了。这个大家说的对啊，这是至正八年款。哎，他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呀，你们要警惕，这东西上至正十一年，我一写八年呢，这比那还早，又很少，也容易误入歧途啊，这个值得警惕的。啊，而且这个东西都很，它这大袋子是文化的啊，它没有那个耳朵那么秀美。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这个大瓶啊，我在北京看起码有七八个，这起码做了不止十个。我看就是说从景德镇出来来讲，反正外地可能还得有。这个东西还有釉里红那么做的，也是这样的。其实这都不对。这个东西呢，它这个底部呢，大家要注意，它那书呢，我那本书底下已经给照出来了，它底下是高圈子，就到这儿，这是底儿，它里头你看吧，它底是空的，它90年代吧，可能比较早做的那一批吧，这底下都是丰满的啊，而且比较重，它底都沙底，你看很沉重，但那时候它不知道底下是空的。后来再发表资料呢，我那时候就把底儿都给发做出来了。后来呢，在这一两年又新做的底也是空的了，啊，就是跟上时代了，啊，所以咱们一定呢要造型、色彩、纹饰几个方面好好分析。老师啊，那这个青花料有什么毛病？这是国产的。国产料。哎，国产原料呢？它比较浓重的，你看这比较深的话，深蓝色，深蓝色有点泛黑，哎，很浓重。它，当然这种呢它是浓艳的，但是这种浓艳你看它透亮，它是鲜艳的蓝黑。底下呢，这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个大瓶，啊，它这是元代的这个。这是老东西，人家它是很以前的管理的收藏的啊。像这个东西呢，现在仿的也比较多，看看仿的。你看这个我还是在日本呢见到，日本也有收藏咱们中国瓷器的啊，但是呢他也不太懂啊，把这仿品呢都买了。你看，这是在日本看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有啊。你要辨不清它的釉色胎体的话，这就很难区分。再有呢，咱国内有仿的，你看咱国内仿的呢，有点近似于那个意思了，从青花上看是吗？而且画的呢，你看这也是那大种那宽的肥胖的印儿。
哎，这也是留一条线这个连瓣啊。但它比日本做的又近了一步是什么呢？各方面也很近似，但是呢，它弄点这个东西像出土的了啊。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洗是洗不掉的，因为你现在真正出土的它确实洗不掉。你用什么洗啊？我觉得咱们有经验的人知道，出土的那个茧呢是用什么洗不掉。这个的话呢，它就是和点胶和点什么，反正这颜色接近了以后，你不懂呢，没有对老的不是很印象很深刻，就觉得这是一好东西。出土的实际上是做的表现啊，我们应该要注意，这都国产的话呢。其实他这画的也比较，你看他这条线多直啊，啊，画的过于规矩也是不行。他老公他都有一点自然的潇洒劲。这大家说是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假的，你看花纹板不板？真的，真的，死板不死板？对，你看青花颜色浓艳不浓艳？你看这花。当然色咱们就是看个花纹行，因为色的它这都有点变色啊。哇，对，再看第二件，看第二件，这个呢，对对对，哎，这是真的，你看的神，所以你必须看神啊。这跟那个就是你看这画的多带劲呢啊，是不是？这两个都分一起，荧光幻灯只能一个一个看，不能两个一起。我再给你看，再给你看。哎，你看他这个，你看他这画的，他很规矩，都留了一边，因为元代他喜欢留白的画法了。你看他这个就是画的太整齐了啊，这画太规矩，而且形也好看。你看他这形多好。下边这个是萧何追韩信大名人走的这件东西啊，是在南京市博物馆，这是江苏出土的，就这么一件啊，这非常好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你看这仿的起码不止20件了，仿的至少得有20件，你们也就见到吗？见到有，是不是？哎，所以他看的这个，你看这老的，再看咱们仿的，他就水平差得很远。啊，这话，但是有你们看的，有的可能比这好，是吧？我还有好。实际上说实在，就一件，啊，就是。当然呢，我就按现在的人呢，就感觉得你。就觉得我们你怎么就觉得一件，我这又出了一件女同志了，哎，这种看法我觉得太简单了啊。虽然咱们要客观的觉得你要了解他的哎真正存的现状，这是源于不知名，哎，这是真的，看能有虎虎劲出来了，有发挥，哎，从造型啊各方面啊。再看，你看这是真的假的？假的。嗯，这是现在新做，但是啊，起码也有十个八的，十年八的。但是这个假的，如果做的特别好，现在几个人卖的也挺多。哎，就是高档的做的挺像的。这个呢，其实这点瓶子呀，就你要看这瓶子来讲，画的也还是挺不错的啊，这个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它不就是没有啊，很漂亮。这说真的假的？嗯，这是一个小船。下面这还一人，这你看见过没有？这底下这里边有出土的痕迹。这你没见过。这个呢，这小船啊，在帆后头那边。这个对。哎，这个对。
这个真的，这个是真的，对，这是真的，刚才那是仿的。这个其实呢，这也是真出土的。这件东西啊，在广东那个在广州工艺品博物馆啊，在他那儿博物馆摆着的。这个呢是广州出土的，广州出土的以后呢，就在广州市他的那工艺品博物馆呢，在那儿收藏起来了。所以这件东西你看没有，它非常的也是古朴，但是用国产的绘画的啊，你看这儿也站一小人儿。你看他这真正出土的反而身上倒没有那些活物啊，你再看看大家看看，你看又不知道呢就觉得这个是真的吗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你一定还要了解一下他收藏的状态对咱们也好。这个你看是好的胆吗？假的哎呦，对，这是假的，而且这个呢比真的小，逻辑啊，它银段，而且这个画的，这画的，你看这云间画的多，哎，这云间画的有点不好看，咱们刚才一说说那云间多好看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龙呢也是不好看的，咱再看下一个。这是这在日本的，哎，这咱们国内一件都没有。对，那在日本，在日本，在日本。而且咱刚才看那小的那奖，就是比这小的那个，我告诉你们吧，那个东西就在咱们南方的某一个地方啊，我去，我都搬不动，就这房顶。这现在仿的用多种泥了，你知道吗？啊，我都搬不动，所以这个太重了不行啊。这是鸳鸯墨莲的盘子，啊，这个是我们故宫的一级品，这是很好的，它这个呢，它是用的进口原料，啊，非常漂亮，而且呢是画的也是非常的。这都我们那个都是后来外地拨交我们的，后来也有我们买的，但是这元青花里我们没有一件是收藏的。这儿有一个鸳鸯墨莲盘子，你看。鸳鸯不去拆迁，这画的这个比较规矩了啊，但是它这失色，但是你一看呢，这像国产的画的啊。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过去拿我家也看过，都留下来的资料，再翻过来。那还是在那个底下，你看，这就是那个盘子的底儿。你看这个盘子底儿，你看它非常的规矩，你看没有？哎，没用过。你要说这是沙底啊，这细沙底没有用。你看很规矩的不行，但是你觉得花儿挺好，但是你要考虑它这个工艺怎么样啊？它这个盘子呢，当初在北京来讲是有不同认识啊，就因为它画的也可以，而且是用国产来画。有些人呢还觉得这东西呢确实像真的啊。后来呢，但是我们当时对他们是产生了一些个疑问。首先我就觉得他太规矩啊，但是他画的也不错。另外呢是国产料，那倒还可以啊，原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看着不舒服。后来有的人呢就租给这个就是说是元代啊，也有的人有这个观点。后来过了一时期以后吧，突然就从景德镇有个朋友给我们拿一点标本来，啊，什么都有，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块盘子，你看，得放下面。你看这个是从它是江西上饶那个地方送来的，你看这个盘子实际上啊跟刚才的那盘子花纹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我们分析呢，很可能就是照这个盘子画，倒不一定是照我们那，因为我们一直在宫里，没出来。
所以看这个盘子呢，一看它画画的风格显而和那就不一样，这非常随意。这里面是那个画那个招金出赛的那个画的，这个呢现在来讲也就一个，这招金出赛呢，这也是在日本啊，不是国外的，这可能是出光的，这也是值得再次制约费。这个盖儿啊，这是圆盖吗？很可能不是圆的，啊，不是圆盖，估计不是，看着也不是很舒服。但这罐子你看，这纹饰画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啊，你看他这个柳树画呢，比较突出啊。这人物呢，还是像咱们那时候的啊，看看的那个人像的啊，画的就平凡。再看后边咱们仿的，你看这仿的呢，他这你看这柳树画的就不行了啊，这比较死板。这个比较死板，哎，你看，你看这个莲花，这个莲花叶，这两个刺儿，你看这儿画的都能看到，它不是那么卷的，很自然。这件东西它的颜色呀，它是进口，但是特别浓艳，啊，太艳了，啊，太艳了呢，也不合规矩，啊，也不合乎原来的那个意思。再看。你看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仿的，但是这个呢，这两个我都是在日本上看的。这个东西啊，我自己认为啊是日本的，但日本现在也仿咱们元气砖，他也做。那你看呢，他这个人啊，你看像不像日本人？你看那脸啊，是不是有点日本人风格？而我根据这人，另外他那青花吧非常透亮。再有呢，它这日本仿的呢，它胎呀和釉啊，它瓷化程度强，比咱们瓷化强。所以我一看它那胎啊，比咱瓷化强。另外这釉面很光亮，那玻璃质感很强。你要再看它这人呢，那人，哎，这不一样。那刚才你看它这人啊，都有点像日本人，而且画的也不是，也跟咱们原来。你看它这柳树画的也不画好。哎，这个呢也有可能啊，有可能。这是他的底，你看他的底啊也挺规矩的啊，挺规矩，而且呢，他涂抹的又黑又黄的，这都是想做老的，做旧的形象。这就刚才我说的大牡丹罐，大牡丹罐啊。老了吧，你看吧，它都很古老啊。看这意思呢，它有旧意，而且呢又就很有壮美的形式啊。它不是特别漂亮啊。另外呢，底呢它也是沙底。你看这个画呢，你看咱们说元代的花纹，你看这是不是它形式很固定？你看都是大黑方面啊。这莲花呢就是画这种小叉纹。所以它这个呢，都是代表元代特色，很固定的特色。这是那个仿的，那个花画呢，画的特死板。这底也太好了，啊，一般罐子底啊都是白沙底。啊，没有这么漂亮的黄色瓶啊，它那么大宽边儿啊，这是比较少见的，这很规矩，很规律。您看呢，很漂亮，很新，没有时代，没有时代感。这是日本的一件啊，哎，这个很老，很古老。您看呢，它就有那古代的气质在里面。所以这看东西我就觉得呀，哎，必须有悟性，你要看出它有带有那时代感，你必须要认得出来。啊，中间有一点是釉里红吗？不是，发红的。这是一铁斑，不是铁吗？这是一铁斑，这是有点漏釉，它是成了那个铁斑的特色了。铁斑，你再看下面，您这多死板，
哎，它也是鱼纹，你看那大草跟刀的一刀两刀，嗯，它比较死板的东西。这个元代东西现在仿的特别多，这是元代的一个大盘。这件盘呢，它的工艺也很复杂。这元青花名贵呢，就名在它一个是稀少，一是它工艺水平比较高。你看这个盘子，它现在这个盘子呢，它有凸花，这一兜啊就是凸花啊，凸起来的花纹就是印花，上面石釉。这地方呢是白地兰花啊，这有蕉叶。另外呢，它这上头呢还有花朵之类的花纹。这边蓝的是海水，嗯，它有的盘子呢，它有蓝地白花、白地蓝花都在这一件器物上，所以元代呢，它装饰技法也很丰富。但是就像这样的东西呢，仿的呢也是很多的啊。下面你们看仿品，你看，咱们看着瓷板，实际你要看到这真东西吧，说实在也很漂亮。对，但它也有凸花，它这也是凸起来的这花纹，也很漂亮。它这沿上还是凸花。其实呢，做这盘子的也是很费工。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盘子？这个都不超过30年。嗯，这个盘子呢，有的呢就。有的还流散到美国啊，流散到香港，有的从香港和从美国呢都经过验关，打上旗号，拿到国内当作是回流啊。这个咱们都应该注意，回流的东西不是全是好的啊。有的是打上火机，看是香港来，一看是国外的，这不是好的。这回流里头有的，咱们现在景德镇后来新生产的这个东西，它流散的全世界哪都有，所以咱们鉴别呢，啊，你把老的一掌握住了，你一看，很快就知道新的啊，都往里堆。哎，这就是那底儿，啊，你看这底儿炫的多厉害，啊。这大红底，而且它这周围你看它这四圈吧也非常整齐啊，也很规矩。一看呢，它这个就再结合它正面的花纹，你互相一结合起来呢，你看就觉得这东西它从时代上来讲呢，就可以给它，哎，可以给它否定。没有。那我们今天上午吧，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元代青花呢，就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下午呢，咱们给大家看看书。这个高中馆啊，咱们就交流啊，我的看法，咱大家互相借鉴，就互相咱们切磋切磋。我的意见呢，就是给大家提供参考的。这个东西啊，是个仿品啊，它这个呢，有点像。咱们放幻灯的有咱们元代青花的这个高足碗，这高足碗为什么它是仿品呢？首先我觉得它造型不太典型啊，它有点像那个，它造按造型来讲有点像明代的那个高足碗，它这个碗比较大的一点啊，而且这竹节呢比较密，咱们从造型上来看啊，竹节是对的，但是呢这么密，整个形体来看呢，又失掉了元代的风格。再有呢，青花，它这是国产料，但是的话，我觉得它这个不是很古朴，看起来，啊，而且它这种画的看起来也很活啊，也很活，但和那个活呢，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再有这个釉子不好。啊，这个釉子，这个釉面有给我的感觉呢，特别是里头啊，不是那么柔韧，有点发干似的。而且呢，它这里的黑点儿很多，元朝的这种黑点的现象不太多。再有，你看里头的这个菊花，
这个菊花画的比较规矩，有点写实。咱刚才说了，元代的画菊花呢，用国产料，特别是这种菊花纹饰，它都是一笔就差不多就下来了啊，画的非常随意。再有呢，一般的东西吧，你们有的呢还可以听听声音，但是不是绝对的啊。要是这件的话，你听听它的声音。它声音呢，这声音挺好的，但是呢，你听它有一长声，长声呢就说明它胎体啊比较细腻啊，比较脆。所以一般的有时候我们都成习惯，有时候老爱抢弹它哈。哎，这个呢就是想听你它的声音，在这里头作为，你看这黑，这个黑一点都不是正常的啊，它有点铁斑呢、啊，这不是正常的铁斑。所以这个东西呢，从造型青花啊，从地釉看，它和元代的呢还是不太一样啊。这个是咱们就是有。现代的房顶，看谁看第二？从这边吧，到哪？到谁的？拿吧，拿吧，拿。别客气，别客气。小心呢。我让你找我室友，让他给他给我吧。对，够花了。咱就实事求是的说了，这个小瓶吧很精致做的啊，但是呢年代也不长啊，这不是元代的，底下松中门上面画的是金。您说这个行业，他不是说咋了哪的就能搞，他这样就跟那这个音乐家或者舞蹈家呀，您得有点天分，是吧？这有点爱好，哎，你有点特长，这一部分人搞这个才是最好。咱们那时候计划经济就是说。党让你们哎搞这个，你们就搞这个，是吧？让你们分在哪儿就算哪儿。那时候，没有什么个人的那。青花原料呢，对我来讲，我就感觉到不太和原料不太相符，啊、嗯，这是这个方面。另外这个釉的光感呢，很亮。啊，这个亮呢和咱们元代那瓷片儿，你别说准不会太一样，啊，不会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呢也还是年代比较近，它这底下的细啊做的是一个细沙底啊，跟细沙底还是贵的啊，一般的元代的底下的都是沙底啊，它这沙底啊现在有一种工艺，它这沙底啊看起来它的皱皱特多，这有点像这德化窑的意思似的啊，它可能它这泥啊和的不够匀净啊，而这个小瓶呢还是很精致。小拍卖行去了。本府一个个都没有存在。这么想起来。这小瓶啊倒是老东西啊，这是旧的，这给我的感觉呢是不错的啊，它的质感呢还是挺柔和的。那这个呢就是清代啊有这么一种地釉，
这个地柚呢，你看呢，它有点发粉白的感觉啊。但清代呢，特别是乾隆以后，它有这么一种地柚。所以这个东西呢，最早也就早到乾隆，再过不了乾隆了啊。从底下这个质感上来看也不错，都是旧艺啊。从这儿做的它这个胎釉啊，另外这个青花纹饰挺好的。这个呢是两个小孩像抱一个聚宝盆似的啊，这纹饰也挺好，上面还有梅雀，啊，还有花鸟。你看这个东西，你看它就拉坯做的，你看特别的随，很自然啊，用手工制作的。这个东西呀、啊，这东西很好啊，虽然小，但还挺精致，年头也不错啊。这个也好。你什么时代的？这个最早就乾隆吧，最早可以找到乾隆。这也是民谣呢，民谣这种小画吧，过去旧货市场挺多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晚明的民谣，啊，这是晚明的民谣。这个罐子呢，你看呢，从它的青花和纹饰的装饰来看，它这个呢，画一个人物啊，倚在这个一个大树，可能像个李白吧。这旁边是个大酒盘子，这民间画的啊，我觉得他这画的呢，画意很简练，啊，很简练，很有画，一看呢就是民间很随意画的这个人物画，啊，另外你看这个青花原料，它是国产用，国产要绘画的，它属于灰色的啊，灰蓝，但你看这个釉面的光感吧，你看它比较柔和。啊，比较柔和这光，你要比刚才他那小葫芦瓶，那葫芦瓶就你看比它就亮，啊，太亮了，所以釉子来讲呢，从年代上来讲都受些影响，啊，而且这个青花原料一看呢都比较古朴，啊，釉子也比较柔和，这些拉坯你看晚明的民谣，这不是很规矩，你看外边还都能摸出来它的手感不太平整。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呢，都是清代的特别多，但是清代的花纹呢，跟这个装饰花纹风格不一样。啊，我觉得这小罐还挺好啊，就是有个小盖就更精美了。这个底怎么说？对，这个底，嗯，他说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对，这两个有。那这个呢，就是说，你要是这差不多的话，这个是个晚清的，啊。实际上，你看这两个柚子一样的那样，你们看不一样吧？而且你看，从青花来讲呢，这个显得更漂亮一些的。要是按照咱们说比较人来讲，这显得年轻，这是不是显得更古朴一点？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呢是这个是清代的，啊。这青花也挺好的，啊，这青花也很好，带着一个铜帘儿，那这就是纱底，啊，这是纱底，你看这个底比这个细，这还是比较粗一些的。它这是原来啊，它原来蘸釉的，这就是，这也是没抹干净，啊，这是旧，这不是现在的。你看它这上面还有一点，啊，光滑的，很薄薄的这感觉。这小壶也挺好。
是吧？是打了，是打了这一百万。嗯，对。你都忘这是画的什么全的运色，也还是禅宗可能。对，我觉得是禅宗园那种。好像可能还是禅宗风，禅宗风。这个东西从这个光感和青花原料上来看，和它的底的这个工艺哈，我觉得这东西倒是也是有年代的，这可能也够个名吧，民窑。你看它的釉面吧，不是很平整啊，又看青花呢。我觉得这青花色调呢还是比较好，它就是稍晕散啊，可能火候啊或者它配的量不是太好，别还有凉拌。嗯，这可能是我看的还是够个明白的民窑小画啊，这是拉坯手，可能釉面呢不是那么规整啊，这还是有一点年代的啊。但是它这个。它这底下这个八大码是分开的，然后中间画一片。这个东西啊，这是一般来讲叫素三彩了，我觉得这东西不好啊，这是现在做的，这现在做的造型也不好啊，所以你看造型看色彩，它这色彩红绿紫看起来它很漂亮，但是呢这个光感呢不老气啊，它这个光感你看没有，它这个光感呢比较过于坚实那种感觉啊。另外呢这两个耳朵吧，这是假象啊，不一定原来，可能原来它烧也许是给烧了两个耳朵，或者把它又去掉，我这上头看了看还是镶釉啊，就传世品的话它不能够这么做啊，要不然就有耳朵，要不然就没耳朵，后是耳朵呢就断了啊，能看得出来。但这上呢还给你抹点釉啊，做一些个，反正是我想是想误导人的，嗯，这釉子不好。另外这上面磨的也很厉害，还有这蛤蜊光呢也都不正常。你看这黄上的这蛤蜊光啊，哎，虽然你们自己有时间的看看它这个蛤蜊光啊，它挺艳的那种啊，这个亮，而且每一块上都有。因为这蛤蜊光呢，大家要注意呢，老的蛤蜊光啊。它不是这件，你看这件瓶子所有黄花，我刚才看好几处啊，不是说这一身上的哪儿都有蛤蜊光，它就挺，它是自然状态，也可能它在保存过程当中或者在土里埋的过程当中，就那一部分呢没准受空气受什么影响，它产生不是说这一器物上，尤其有时候彩瓷所有的绿彩所有黄彩都有那种啊。另外你看这底都是瞎抹的黑，这是成化带成化款的斗彩，这一看呢这就是假东西啊，这一看呢这就仿的仿成化斗彩，这底下都是瞎抹的点的，这非常的粗糙啊。另外你再看呢，这个色彩吧，这个色彩一点都不漂亮，这彩太干涩了，
而且这个成化的豆彩啊，它工艺特别的精细，嗯，但是它给人家的感觉，它这个给咱感觉啊，你要说个雍正乾隆我也挺高兴，是不是？起码比新的强啊，对不对？但是呢不够啊，哎，这都是没多少年现在做的，那很粗糙。那如果要是雍正乾隆斗彩，它的都是官窑，这斗彩很少有民窑。哎，这斗雍正官窑斗彩是最精细的啊，必须那彩呀、啊、纹饰精细，彩呢还必须要填到它那个块儿上面。琴子我就打勺勺我就这永乐有个大勺啊。宣明莫可更提出这样这个大勺子呀，御窑厂出土还真有这种东西啊，但是传世完整的没有见过啊，出土的破瓷器有这一类的。这件东西我觉得是仿品。什么时候仿？这个什么时候仿啊？什么时候仿？我要是根据这个，根据它的釉面上来看，好像也不太像雍正乾隆。气泡还挺大的。它这个斑点，我觉得这个斑点吧，它这个斑，这就像这个东西吧，必须是宋丽国庆。它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只能是御窑厂出。只能是官窑的东西，而且呢，像这个的话，必须得是，哎，而且还得是宣德早期的。它这个，而且这个工艺吧，你看它这个工艺不是很精细，七扭八歪的，这个是不是？再有这胎子太差了，你听这胎，这胎啊，哎，这胎还有点糠子的意思。老瓷器没有当当当当的，这个是咱俩回身的。它这个地釉呢，我觉得地釉跟这青花，这个整个来看的话，这釉面呢，给我感觉好像还是也显得年轻，啊，显得年轻的漂亮。这是一种品种吧，反正这个斑点看着和老的斑点还是有些区别。这个龙呢，从这龙上来看呢，宣德的龙是所有历代龙里边，宣德龙是最好的，最凶猛、最活、最生动、活泼。所以这个龙呢，我觉得画的也难看。特别上头这个龙，咱们就是放着它研究吧。问题是有些图书馆在家外的图书馆不是可能是家里面